每对要结婚的新人都会拍摄婚纱照，可是呢，这样的婚纱照可是让人大吃一惊。在南投草屯消防分队任职的林世杰日前拍摄了一组婚纱照，里面除了正常的婚纱照之外呢，竟然还全裸入镜，被拍摄的摄影师呢还将他PO上了社群网站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。就是这张裸体婚纱照让消防猛男林世杰在网络上爆红，照片中的他几乎全裸，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，新娘子只用帽子遮住重点部位，给人俏皮又浪漫的感觉。在南投草屯消防分队任职的林世杰，平常任务繁忙，缺乏运动，最重的时候体重达到95公斤。两个月前他开始准备结婚事宜，想给未来老婆一个惊喜的他，开始利用闲暇时候健身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瘦身了7公斤。有啊，很高兴啊。他叫我不能穿太紧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怕身材会被别人看走啊。健身后的林世杰去拍婚纱照时，主动跟摄影师要求全裸入镜，而女同事看到了他的婚纱照，也觉得效果不错。年轻人就比较敢尝试。你会不会看到别的女生看你老公的身材的话，你会不会吃醋？不会耶，还好。努力的。平时辛苦忙碌的消防队员利用时间健身有成，不但给未婚妻大大的惊喜，也让人见证他们的爱情。